殊的国家婚礼日，一百对夫妻走进婚礼殿堂，婚期与产期同时降临，演绎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离巴图朝鲁的预产期还有一些日子，可他的婚期再有八天就到了。原定在结婚后生孩子，但这几天巴图朝鲁的身体反应很强烈，看样子肚子里的小宝宝也急于来到这个世界。既要当新娘，又要当妈妈，双重角色的同时降临，对巴图朝鲁来说还是第一次。父母早就为女儿的婚事做了各种准备，由于女儿带着身孕，以前选好的婚纱已经不合适了。他们选定的日子是葬礼8月17日，每年的这一天被称为最吉祥的日子，因此也就被定为蒙古全国的婚礼日。在蒙古国，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一天举行婚礼。巴图朝鲁生活在牧区，却选择在首都乌兰巴托举办婚礼。在今天的蒙古，这成了一种时尚。巴图朝鲁的未婚夫钦格勒这段时间远在200公里外牧放马群，这季节正是抓秋膘的时候，他需要不断地寻找好的水源和草场。他是个年轻的乌鸦骑，有一手调教赛马和训练骑手的好技能。他的养父和未来的岳父大人都是蒙古国著名的乌鸦骑，因此他深得嫡传。他所牧养和调教的赛马在全国比赛中都获得过好的名次。面对要当新郎又要当爸爸的情形，他感到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他准备在婚前赶到乌兰巴托，但不知接替他的牧马人什么时候到。先结婚后生孩子的计划被打乱了，大夫说预产期提前了，必须马上做剖腹产。巴图朝鲁几年前生第一个孩子时是难产，最后不得不做了剖腹手术，他的母亲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一次巴图朝鲁和家人一直担心能不能顺利生下孩子，为此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乌兰巴托，多次进行了产前检查，并选择在乌兰巴托最好的医院生产。这段日子让父母放心不下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二女儿马上要去中国上海留学。由于二女儿是第一次要远走他乡，父母从医院匆匆赶过来送行。巴图朝鲁被推进手术室已经2个多小时了。巴图朝鲁的大女儿4年前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父亲急不可待地拜托熟人给未来的女婿捎了口信儿。
结婚的日子只剩几天了，接替青格勒的人还没到，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这个奥特是青格勒秋季游牧所不可缺少的驿站，在这里待多久取决于草场、气候和其他条件的变化。奥特勒对走南闯北的人来说，也是停下来歇脚驻足的地方，人们在这里传递着各种消息。由于有马，牧马人的游牧半径远远大于其他牧人的游牧半径，因此牧马的奥特勒里很少有女人的身影，这里更多是草原男儿聚集的场所，是侠士与骏马竞技和磨练的广阔天地，这里充满雄风豪气。这几天过往的人虽然很多，但青格勒没有听到任何来自乌兰巴托的消息。啊！由于蒙古人口少，多年来国家对新生婴儿和母亲一直给予各种照顾和优惠政策，每个新生命的诞生对亲人、对国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青格勒才得到消息，他冒着雨雪连夜赶到乌兰巴托。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选择像青格勒这样的牧马人，父母当初多少有些看法，但他们是儿时的朋友，从小感情一直很好，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父母后来也就接受了。在蒙古国，摔跤手和骑术师维亚奇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为是给很多有钱人选马驯马，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有相当的保障，很多女人以自己能找到这样的男子汉为荣耀。提前到来的儿子对青格勒来说是上天送给他婚礼的最珍贵的礼物和祝福。结婚的日子到了，巴图朝鲁和青格勒两位新人的旁边多了一个小宝宝，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小家伙来到这个世界上刚刚七天，这一天乌兰巴托的交管部门出动所有的警力维持交通秩序，保障通往婚礼宫的道路畅通无阻。国家的婚礼日不仅意味着诞生新的家庭，也是对公民进行婚育观教育的好时机，还是蒙古国人口政策的具体体现，因此牵动着社会各界和千家万户。今天将在这里举办100场婚礼，为了能在这一天在婚礼宫举办婚礼，人们需要提前几个月就来登记排队。受时间和场地所限，还有很多人无缘在这里完婚。这里不仅举办年轻人的婚礼，很多老人也愿意在这里举办他们的金婚或银婚庆典。由于结婚的人多，每场婚礼仪式只有15分钟。所以说，在这里举办的婚礼，对传统的蒙古族婚礼注入了很多的现代内容，是传统婚礼的现代版。无论是城里的年轻人，还是牧区的年轻人，都喜欢在这里举办婚礼。
巴图朝鲁的婚礼排在第45场。他们还不太清楚这里婚礼的具体程序，需要司仪事先交代有关细节。现代意义上的婚礼庆典虽然成为时尚，但祖先传下来的古老婚俗也并没有被遗忘。婚礼宫专门有举行品奶、生火等传统仪式的地方，仪式虽然简单，但寓意深刻。品尝象征着母亲乳汁的奶，以此纪念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也是成家立业的第一堂课。从婚礼宫出来后，两位新人在酒店里设宴答谢宾朋。婚礼酒宴上自然少不了马头琴声和呼满一人的助兴。
嫁妆和贺礼不止于此，给女儿准备的还有不少的牛羊和马匹。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女儿出嫁，父母要送很多嫁妆，除了传统的五种家畜外，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用品，甚至把未来3年要穿的衣服都要给女儿准备好，生怕女儿到了人家受穷，被人看不起。很多著名的维亚奇前来祝贺捧场，这也是对年轻的维亚奇青格勒的极大褒奖和肯定。酒宴虽然简单，气氛却很热烈，尤其是新娘巴图查鲁70多岁的舅老爷，平时沉默寡言，今天却显得特别高兴和活跃。城里的酒宴还在继续，两位新人连夜赶回了牧区的新蒙古包里，因为结婚的第一天新家不能空房，何况还有一些亲人在牧区等候着他们。两位新人的朋友专门写了一首歌祝福他们新婚幸福。蒙古包婚宴可能持续3天3夜，青格勒又迁到了新的奥特兰，但已不再孤独和寂寞，身边多了妻子孩子，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